失误。这个传球其实很有想象力啊。对。哎，郭晓文，我也玩一个，哇、哦、球啊！啊，二加一反应来了啊！这个球有点这个感觉，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啊，这种意思啊。最后一轮，对，最后一轮啊，对的，这是这个战神山东，取得一个打击，就是我打阵地攻，而都打沉了。对，我看场面，陶汉林在等待着上场了。篮下强攻没有，抢篮板换左手、嗯、打进，已经这哨下留情了，没吹三秒，对，感觉是已经差不多了。嗯，好球，郭晓文代表上海队拿到了第一分，对，突破，他突起来确实陈梅东是防不住的，身高上有差距，就是感觉之所以输分啊，输了十五分，在防守端做的相对来说要差很多。嗯，郭晓文上来呢是造了两个犯规，嗯，因为他的这个速度啊，贴了一个很小的创可贴在上面，对，又是前场篮板，哎，哇、哦，还好这边啊，郭晓文把这球给冒了，这个帽可以啊，顶一下，哦呦，这个抢死了啊，郭晓文在回，我要打掩护，到底是给谁掩护的啊？扑进来之后，哦呦，哦呦，漂亮啊！哦呦啊，这个是天赋啊，真是天赋，真是根本看不见了，这是对框的一个感觉，对。第一下先是过了哈德森，紧接着回来、嗯、进来，这我们看对面对协防过来的这个陶晓林啊，啊，这几乎是侧对背对篮筐了。最后一下，你看出手的时候已经啊，人已经失去空，失去这平衡了，又是失误。这边山东队失误上了，这球非常好，好球啊！啊，这球郭晓文上的很及时，只剩十二分了。哈德森能不能止血？没投进。哦，郭晓文拿住篮板。这段上海队看看啊，这个反击能不能打进？我们看一下自己上的样子了。走路进来，托完换左手，没打进，就是哈德森单打，也没有。哦，郭晓文这篮连续两篮板保护的不错啊。传球，保护下来，反击来了。这次郭晓文跟的还不错啊，但哎，那些没有补。哈德森，种种迹象表现，岁月他确实是把杀猪刀。来看这次啊，邓萌三分球再进、啊，这节邓萌手感还不错啊。这节进，这是第三个吧，应该是、嗯、第三个。非常厉害、啊。对。还有郭晓文，我也玩一个。哇、哦、啊！哇、哦、啊！二加一反应来了啊！这个球有点这个，哎呦，失误。这个传球其实很有想象力啊。对。还有郭晓文，我也玩一个。哇、哦、啊！哇、哦、啊！二加一反应来了啊！这个球有点这个感觉，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啊，这种意思啊。你觉得自己来换左手，对、啊，好球啊！啊，你别说，郭晓文这突破这真是上这些很需要的啊。个儿往上高一些的球员呢，他们突破能力又不那么的好，这点上郭晓文对上这是很好的补充。很快。哦呦，进攻犯规，造一个啊，可以。又丢啊，又丢，哇！郭晓文这手真快，分出来啊，想再给不进去了。犯规吗？被突破了，跑过来了。那这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山东没得追了，没得追了，没得追了。最终的话，全场比赛结束，上海队是110-114。完成了一场27分几乎不可能的、哦、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啊，第二节